欢迎收看《深访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做个懂得维护自己权益的消费者。我们说说市面上的产品这么多，那么作为消费者要怎么样才能够慎选，而且确保说你所买的货品是货真价实的呢？上个星期有网友上传了面包屋与员工在准备豆奶的照片，那么照片中我们看到员工把羊鞋成的豆奶重新包装售卖，这样的引起了网民的热烈讨论，因为包装上注明的是新鲜配置。那么呢，在面包物语的这个面部的网页上，其实呢，这公司也重申了，公司并没有误导顾客的意思，而且为了要清楚的让顾客知道说豆奶来自于第三方供应商，公司现在已经决定了不会再以瓶装的方式包装豆奶，而是以饮品贩售机的方式进行售卖。那么如果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呢，发现货不对半，那么如何追究呢？我们欢迎两位嘉宾。首先欢迎邝威利律师以及吴贵清讲师，欢迎两位。欢迎两位。请教一下邝律师，我们如果这个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啊，包装上有这个新鲜配置这样的标签，他们是然后重新售卖并以高价售卖，这样的话在法律上属于蓄意误导消费者。这个事件我觉得比较见仁见智，因为它注明是freshly prepared， 它英文字母是 freshly prepared，那 prepared 这个字是代表准备嘛，那准备可以是很多东西啊，可以是从底做起，用那个鲜豆，真的是从底做那个豆奶做起慢慢啊，对， okay， 慢慢磨，这算是。那你从一个包装导入另外一个包装，也可以算是 prepared。如果 prepared 这个字没有问题的话，freshly 呢？这个就可能刚刚 prepared， 刚刚到，问题就可能比较大一点。所以我是了解到啊，这个事件发生之后，那个消费者协会 case 好像针对这个 Bread Dog 已经发了一个那个警告书，是就跟 Bread Dog 说你这样子做是触犯那个消费者保护法的。所以消费者保护法它的含义很广，所以如果你身为一个零售商，你刻意去误导消费者，或者你做出或说出一些可能会欺骗或误导消费者的动作还有行为，那都可能是触犯了一个法律的。所以如果以一个比较严肃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已经触犯到了法律。但是我们知道说像这样子的情况哦，也有人提出一个质疑说，其实常常在发生，很多人都在做。有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品牌比较熟悉了，所以它的这个传阅率就很广，反而会引起大家的讨论，这是一个常见到的做法吗？其实你是说重新包装的做法吗？其实重新包装定义也有很多。OK， 有一种是我们常在超市看到的一些产品，自家品牌，可是如果你身为一个消费者，你仔细翻包装过来看，你其实看得到它的出产商是我们很熟悉一些其他的大品牌。 OK， 所以这种也是算是一种重新包装。不过我觉得重要的是一定要通知消费者，他们必须要知道他们在用这些东西来源是从哪里。我看有些东西大家可能不会太在意，比如说你大概会知道这个超市不可能自己去种米啊，或者说养鸡蛋啊，他肯定是打上他自己的品牌。但有些东西我们举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中药店门口有凉茶，他是自己做的吗？下午煮出来的吗？其实如果他没有标榜，也没有放标签，对，如果以一个消费者你是自己以为的，你也不能说怪那个零售业者，他可能边上只是一个锅的模型放在那边。对，你自己认为是不予置评。所以从一个产业它的作业方式来讲的话，它的整个供应链有可能反正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一层下来。我们一般在市面上看到的东西，应该都是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吧？大多数是这样子吧。其实也是要看了，如果是比较大型的企业，或者是中小型的一些生意，对，中小型生意，比如果是拿那个药材店的案子来说的话，有些中小型生意真的是就在店面的后面有一个小厨房在自己制作凉茶，可是如果他有标榜的话呢，如果被发现不是的话，当然这样也是会有一点敏感，会触犯到一些误导性的。所以我的问题在于说有没有触犯到
这个消费者的权益问题。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无非就是重点在于他有没有蓄意，就制造出，比如说他不是他自己做的，非要告诉你就是我刚刚煮的，那就有问题哈。对。那么我觉得谈到这个，当然想到行有行规哈，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规矩。在零售方面，他到底应该遵循哪些他必须要做到的事项？很基本的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以我们说的那些零售商是不可以刻意或者蓄意去误导消费者。那零售商也有一个义务，不能在如果零售商知道说这个消费者他为了某某原因，可能他不了解到那个交易的那个详情，或者他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可能那个消费者是小孩子或者是乐龄人士，对不对？那个零售商有一个义务，不能去加以的误导他们，所以要把那个交易的那个条款啊，还有交易的那个详情实实切切的去解释给这个消费者。那在什么样情况底下算是有触碰到了柠檬法？柠檬法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法律，它是在2012年的9月实施的。那柠檬法它针对的主要是买了那个商品之后，在6个月的期限之内，你发现到那个商品有缺陷或者有瑕疵，那在这个6个月之内，你可以把这个商品拿回给那个零售商，要求他做修理，或者是一对一的一个替换。那柠檬法适用于所有的产品吗？也不是，柠檬法它涵盖的产品它涵盖很多东西，就比如说从食物啦到文具衣服甚至比较大规模的那种产品，比如汽车啦，还有那种很昂贵的电器都包括在内。可是柠檬法它不涵盖服务 ，OK 就比如说可能你丢身那种补习啦，还有头发啦、SPA 啦这些东西，它都不涵盖。明白。是，当然柠檬法也有一些比较难比较难管理到的地方，对吧？比如说网上买卖东西。网上买卖也有被柠檬法它的那个范围涵盖着的。可是网上买卖很多时候那个问题在于那个卖方他的那个身份有时是来历不明的，可能是在外国的一个卖方啦。即使你从一个外国的卖方买了一样东西，你觉得不满，然后你去法庭跟他申请了一个法令，你也很难用这个法令执行于因为他也不是一个零售业者，他不是一家公司。是吴老师，另外对于零售商需要遵循的法规啊，你有什么补充吗？其实就是好像刚才律师提到，对，就是有没有蓄意的那个含义在里头啦。对，他必须要遵循的哪些条规？就是我们的那个消费者保护法令最基本就是那些有20个条例，对，最基本一定要这样子。比方说，如果说那个产地 ，OK， 产地如果包装上有说可能 made in Italy， 那个产品必须真的是在意大利制造的。如果真的被发现它不是在意大利制造，那个就是在蓄意的误导。但我想问一下，我知道说一个产品它制造可以有很多个不同过程，它是只要有其中一个过程是在意大利制造的就算数，还是说一定要从头到尾？有没有这一方面的一个条规？如果是服饰的话，对，是你最终产品是你的衣服嘛？对，如果那个标榜说意大利制造，意大利制造应该，虽然是在标签上，可是它应该是要指衣服是在意大利制造， okay， 不是指标签在意大利制造，然后衣服是从其他或者控制在别的地方，或者只是一个部分在意大利制造。好，是。那么最后一点时间，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如何做一个懂得保护自己的消费者。老师，你先说。请老师。我觉得就是消费者自己还是要对自己负责任，因为你是那个最后的使用者。是。保护自己，买东西的时候谨慎一点，然后不要也只是看价钱觉得便宜就去买，因为结果如果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先辛苦了，再去提案也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先保护好自己，律师呢？谨慎一点。我
就针对比较昂贵的那些商品来谈吧，如果你要买一个比较贵重的物品，你买了那个物品之后，很重要的要把那个交易的那些账单啊、收据，还有那个保证卡、warranty 卡全部都收好。那如果你是买二手货的话，如果现在买二手车子很普遍，然后你和那个商家还有那个或者那个卖家，如果达成了什么协议的话，不要只靠口头上达成这个协议，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把它记载在一个文件中。对，然后如果你跟那个卖家有什么交谈啊、通讯之类的啊，这些通讯记录最好把它收存起来。所以要投诉、要 complain 的时候，有凭有据。你要对，你要去追究的话，反正自己比较。如果你没有这些文件的话，是还是可以进行投诉，可是比较困难。是，再次谢谢两位，谢谢。观众朋友，如果你想针对今天的话题提出个人的看法，欢迎到师承有约面部网页留言。好，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带来第二段的内容，不要走开，稍后见。